耶和华的名大而可畏 Amen。 耶和华的名当受大赞美 Amen。 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，为了高举双手来赞美。是偶像都羞愧，掌权无人能敌，他的生命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向空虚发命令，黑暗全都逃离，他的生命就是来宣告耶和华。
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神没有不可能的事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每一个早晨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盼望跟信心，因为我们相信在神凡事都能。Amen. 因为我们相信，当我们来仰望他，当我们专注于他，我们就不再看见那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， Amen. 而是看到这位爱我们的神，还要成就美好的事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每一个人举起我们的双手，今天唯一要做的就是定睛在他的身上。主，我仰望你，我全然信靠你，赐我一生能看见你心意。主，我仰望你，我帮助来自你，赐我智慧，凡事都在你手里。
全然心靠你，赐我意象，能看见你心意，主我仰望你，我帮助来自你，赐我智慧，凡事都在你手里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，我的盾牌，我爱你，我的磐石，我爱你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我要爱。Hallelujah, 神掌权，从永远到永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神
的宣告。哈利路亚，神掌权。是的，你掌权。哈利路亚，神掌权，从永远到永远。哈利路亚。再唱一次。哈利路亚，神掌权。接的人，你感觉到你正面临到一个极大的难处跟困境，让你没有办法往前走。当你在唱着神掌权神掌权的时候，可是你知道你里面还是带着那样的恐惧，好不好？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来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是哈利路亚，他掌权。这是一个赞美的宣告，不是一个害怕胆怯或是他可能会掌权，不是，是我们可以带着信心来宣告说，在我的疾病当中，在我的困难当中，在我现在所面对到的挑战里面，不是我掌权，因为我没有能力，而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哈利路亚，他要掌权，在我的国家中他要掌权。之后，不论你现在的感受为何，我要你带着信心，你就是要说哈利路亚，主掌权，哈利路亚，我赞美主，他掌权，他掌权，阿门。好不好？我们喊三声，我们哈利路亚，我们就一起再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起的来祷告，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。
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吧，我们再次把掌声歌给爱我们的上帝。没有别的名，没有别的名是我们这样热情的欢呼，没有别的名是我们这样热情的来的。今天他配得，配得我们癫狂，配得我们热情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就是癫狂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赞美赞美你。弟兄姐妹，我很喜欢过去我们在三明堂祷告会的时候，张牧师常常带我们唱一首歌，神的儿女有权柄，可以大喊并大唱。今天我们不单要大喊并大唱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癫狂地为这块国家来祷告。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运用神给他儿女的权柄。我们在地上捆绑的，神在天上也要捆绑。我们在地上释放的，神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如果我们不赞美，如果我们不来祷告，谁为这块地图来祷告？只有我们有这个权柄跟特权。因为神的儿女可以大喊并大唱。待会我们要同声的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我们要癫狂的为国家祷告，热情的为国家来祷告，祷告到我嗓子哑了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领受这个职分，领受这个托付，我们不要白白的浪费地图，浪费神的拣选。待会我们要同声的来向神祷告。刚刚诗歌说哈利路亚，神掌权。你相信神在台湾掌权吗？你相信神在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全地掌权吗？待会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神的旨意要在这块地图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要热情地向神献上感谢。主你掌权，主你掌权，新北市你掌权，台中你掌权，金门你掌权，澎湖你掌权。让神配得赞美在这当中。数到三，数到三，我们就热情地祷告宣告，主啊，把地图奉献给你，你来掌权。数到三，我们热情的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，我们就再一次为台澎金马每一块净土来祷告，我们热情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赞美，主啊，你要掌权，哈利路亚，你要掌权，因为你掌权我做，因为你掌权美善，因为你掌权充满智慧。谢谢耶稣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主啊，我们还可以聚集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全心全力的来你面前来呼求祷告你。主，我们相信你掌权，相信主啊，我们同心合意的来祷告，祷告可以看见改变，祷告可以看见上帝你施恩怜悯这块地图，祷告可以看见你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危难。上帝啊，你与我们这个国家同在，与台湾的百姓同在，因为你爱我们。这块地图是佛尔摩沙，是美丽的岛屿。上帝啊，求你自己彰显你的荣耀在这块地图，拯救我们到底。是的，上帝，你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，你爱这块土地就爱这块土地到底。上帝，我宣告国家的未来在你的手上，每一个百姓在你的手上。上帝，我们呼求你的怜悯在这里，呼求你的怜悯在这次的选举，呼求你的怜悯在两岸的关系。因为我们上帝，你相信你掌权。上帝，我们完全的相信你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相信神要掌权，所以我们继续为着我们接下来的选举祷告。神要掌权，神要在选举中掌权，选出被神掌管的人，愿意甘心成为仆人的这个领袖出来。所有的法案，所有的政策，不再是为政党，不再是为了金钱的利益，是为了百姓的民生需要，是为了国家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的政策，能源的政策，
国防的政策、外交的政策、教育的政策，都要是最好的法案出来，让百姓继续有个安稳的70年，让这块地图继续被上帝所祝福，好吧？我们就同声的为着接下来的选举来祷告，一、二、三，主，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向你来仰望，愿神你继续祝福在这当中，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充满你荣耀的恩典，主，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愿你继续施恩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为这次的选举来祷告你，神啊，主啊，求你自己能够让公义正直的人能够被选出来，上帝啊，我们呼求你，主啊，真的是所有的这些候选人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，不是为政党的利益，乃是为了百姓来着想，上帝啊，我们祷告你，主啊，真的让选举是平和的，是干净的，能够真的在这个国家，主，我们看见主到明年是非常平安，选出合你心意的人来治理这块地图。阿们。是的，上帝，我们现在就斥责所有的谎言离开我们的选举，所有的不好的消息离开我们的选举，上帝，让这个选举是一场公平透明的选举，上帝，是选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人，上帝，让每一个候选人在智慧的温柔中显出他们的善行，要显出他们的善行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让我们能够选出来对的人，上帝，求你亲自掌权在这次的选举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最后我们一定要为这以阿的问题来祷告，再一次求神祝福在这当中的当中，求神保守，也祝福在阿富汗的地震的后面，这些都是神所爱的百姓，他们都是按照神荣耀的样式所被造的，那当中也有很多是基督徒在那边受到迫害，受到那些的灾难，好吧，我们同声的来祷告，求神的恩典，求神的怜悯，在中东，在非洲，在这些许多的地方，要看见神的怜悯，神的保守，神的拯救，让更多的人道救援的组织进去，更求神捆绑，捆绑那些背后利益得权势的国家，不要在这边贪赃枉法，不要再贩卖军火，不要在那些造成一些的杀害。数到三，我们再一次为这个议题同声的来祷告，一、二、三，主，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向你来仰望，愿神你继续施恩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向你呼求，呼求你自己来拯救，主啊，你看到你的百姓，看到你的呼喊，主啊，你听见了，你要下来，你要来拯救，你要帮我施行怜悯，主啊，你说你是孤儿寡妇的上帝，愿神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再一次的来祷告你，主啊，求你以怜悯为念，主，来怜悯以巴，来怜悯这块地图，主啊，这些人无辜的百姓，主啊，我们就祷告你，主啊，每次看着这些画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你，求你来怜悯他们，拯救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，上帝啊，我们就不止息的祷告，直到神啊，我们要摇动你的手，摇动你的手来拯救他们。上帝，求你亲自来搭救他们，你成为他们的保护，上帝，好多人在苦难当中，上帝，求你的怜悯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上帝，他们来呼求你名的时候，求你不要撇下他们，求你亲自看顾他们，好多的孤儿寡妇需要你的帮助，圣灵啊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求你在那里动工，上帝，求你在那里动工，让战火赶快停息下来，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从永远到永远。
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你，站立，举着我们仍然要赞美。